讨论事情的时候，就要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胸襟。想更加全面地看到真相，就要有包容不同声音的量度。在留言当中，我会很小心筛选个案，从很多细节上面、用词语气上面去分别那个个案的真实性。而且要符合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在他们的留言里面一定从来没有公开过是经哪一间中介公司跟他们去做房屋交易。因为我怕会被有心人利用，